连麦，第一次连麦，然后今天哦，刚刚认识，就是这个舞蹈局的，看老师的舞蹈跳得很棒，还有哦，芊芊、豆豆都是舞蹈的，就是特别特别厉害的。然后呢，这一局呢定为抖音最高端的舞蹈才艺局。啊，我希望呢，对，把最好的节目展现给粉丝是最好的。咱这样吧，小鹿，你一般都怎么玩娱乐呀？我第一次玩哦，我平时都不玩的，然后哦，听大家的吧，听大家的，对。平时都是不去 PK，就是那个 PK 对这个对，我四一宫格般是都吧？是和音乐人合作一下，然后第一次打四人连麦，哎，对，第一次，好的，然后好的，听你们的，好的，听你们的，那行，咱们就这一局就才艺局吧，好，才艺等一局。然下后呢，啊，对，给最主要的是给粉丝们展现你们的舞蹈，一起快乐，可以吗？好，好，好的呢，好好的好，呢，咱们就是玩个10分钟的吧，啊。听八戒哥哥的。哎呀，嗨，这每天被美女包围着，我老朱都想退网了，太难了我。行了，别得了便宜都卖乖。咋，那我就开始了啊。好好的呢，好来。的。哒哒哒。好，那我闭闭麦麦了了啊。哦，都要闭麦是吧？好，好，闭麦，闭麦。这个是。因为我是第一名啊！把所有人的麦给闭掉呀，家人们，我第一次玩，家人们，谢谢谢谢我们阿光来来哎呦来，我的妈！就跟人家小鹿一比，我跟豆豆两个人就像两个神叨叨，你知道吧？就是，我们俩八戒都哥哥如此没有之闭神麦，谢谢玉哥，谢谢，谢谢关注，我人家八戒太哥淑哥女的了。能，家人们家人你们，们没闭麦吗？我都闭了。我也闭麦了，我也闭麦了。好，就把三个人都闭麦，对吧，家人们？哎，我天呐，我没有打过这个四个人的 PK，家人们。盼啊来，家人盼们，啊这时候盼开始你了，是吗？现能在是出算开现，始了吗？随我清这算开始了吗？谢谢我们阿光哥，感谢我们玉哥，谢谢小鹿第一次和这么多人一起合作啊，哎，有点紧张，我整个人都懵了啊，懵了。没事，经常玩呀。今天大家都有眼福了，今天大家都有眼福，可以看到三个，不对，四个，可以看到三位美女姐姐，三位美女姐姐给大家那个，给大家一起那个跳舞。今天大家都有眼福了，家人们。你说待会儿咱们家跳一个什么舞蹈呢？我想的是带咱们。八戒哥哥的家人们一起来一个那个天宫舞曲啊，天宫舞曲，大家说呢？重回一下我们的天宫，回顾一下我们的天宫生活。谢谢，感谢我们阳光，谢谢我们阿光哥，感谢我们大海哥哥，谢谢，谢谢卢墨烟，谢谢家人们，感谢卢墨烟。我第几名啊，家人们？我们有条件的一起帮小鹿往前纵一纵啊。往前坐一坐了，往前坐坐了啊，往前坐坐了。谢谢我本孤单，谢谢感谢我本孤单，谢谢第二名啊，哦，家人们稳住喽。条件的一起往前坐坐，咱们家的第一次四人联盟啊，咱们这个排面得跟上，排面得跟上，我们一